我说，现在的情况很复杂，我没有时间照顾你的个人情绪，你只需要知道这里现在非常危险。我会在所有给你监控到的区域请你帮助，如果你想活下来，就听我的指挥。相信你很快就能理解我的意思。
相当强烈的声音信号，我不确定的是什么，最好。